澳洲著名景點 Hulu 全球畢生好似火星，每年遊客量超過300,000。究竟世界中心有咩做？去 Hulu 冇直航機，要喺悉尼或者達爾文轉機。一落地就有好多動物上前歡迎你。澳洲三寶之一嘅烏蠅喺內陸 Hulu 老是常出現。咦？大地冇做乜嘢？喺車都要戴住啊！太多烏蠅啦，呢度提高危機意識。5分鐘畫完啦！呢、這個 Bush Tucker 呢個係代表落緊雨，呢、這個係好似火或者代表太陽都得嘅。跟住有兩個女人喺度，然之後呢兩個腳印，一個係 Emu 嘅 footprint， 另外一個係 kangaroo， 但係我係畫唔出個分別嘅。Workshop 仲介紹咗阿拉古原住民嘅器皿同工具。要近距離欣賞 Hulu， 懶人最好梗係揸 Segway 啦。15分鐘簡單教學完畢，出發，圍住 Hulu 行一圈，有 10.6公里長，唔怕攰，亦可以揀健行或者踩單車。但記住 ，Hulu 係原住民神聖之地，唔係每個位都可以影相噶。晚餐前有香槟小食提供。夜晚仲可以睇埋 Field of Light 夜光 show。今朝5:09起咗身，就系嚟等 Hulu 嘅日出。依家得4度，好冻啊！Hulu 嘅日出唔系睇太阳，而系睇晨光照射喺巨岩嘅色彩变化。Hulu 呢间五星级酒店以阿拉古原住民文化为主题，客房、餐厅、大堂都有唔少原住民艺术装置。